大家好，我系金控田远线，今日嚟讲建筑研究就系梧州嗰间旧址嘅保平栏杆毁损率统计。咁啊，提要咧就系为咩要出嗰只视频？第二个就统计，第三个就系总结。为咩要出嗰只视频？就因为佢呢六栋建筑啊，嗰只保平栏杆保存得比较好，咁就可以统计一下，咁啊就知道呢个文物建筑经过100年之后嘅保存情况啦。本视频有个不足地方就系。呢個統計只係大概嘅統計，唔係好精準嘅，因為我係根據呢啲舊照片統計。咁樣咧，舊照片佢有一個問題，就因為佢年份唔係即係有先後年份嘅差異，佢唔係最新嘅，所以咧咁樣得出嚟嘅結果咧就唔一定係好準確。第二個就係、呢棟 F 棟，呢棟 F 棟咧就唔喺唔喺我嘅。視頻範圍之內，因為我認為佢上面呢一個樓頂個呢個形態咧，唔一定係原來嘅樣。咁啊，今期007.1咧就係講 ABC 三棟，下一期再講 DE 兩棟。開始講啦，A 棟分成紅藍兩部分，咁就紅圈咧，就我哋睇到佢就係每一組嘅外欄都係16隻嘅。咁咧，如果有朋友想認真嘅睇，你可以暫停，咁啊一直數，我就數過噶啦，反正都未有錯嘅，我先至講嘅，咁就一直都冇難度，咁啊南區一樣係一直都冇難度，咁就東邊嘅就總共就係9組欄杆就144隻，就冇一隻爛嘅，南邊就係呢度爛開一隻，呢度爛一隻，嗰只爛一粒，咁就96隻爛一隻，西邊嘅情況就係、是。嗰邊唔係有花瓶嘅，就喺呢一邊，喺西南邊有保平咁樣咧，就嗰度有一隻問題，就係嗰度建半隻，都仲算好，但係咧嗰度咧因為事故嘅問題就冇建啦，咁就所以只能夠用修繕之後嘅照片去對比，即係睇到咁樣嘅樣就暫且認為佢修繕前又係咁樣啦，因為個邊睇冇到，所以咧就當佢冇爛到，咁樣就係2714冇爛到。北邊嘅保平喺東北角，咁呢度同樣都係冇爛到嘅，所以 A 棟小傑就係總共266隻就爛一隻，咁就呢一個嘅原可能就可以講係非常之恐怖啦，就是、有少少難以置信，即係100年之後都能夠保存得到咁多隻係冇爛嘅，就非常之犀利啦。B 棟分為三部分啦 ，B 棟分為三部分。紅區嘅咧就要注意嗰只就係3樓中間嗰度咧，佢係16隻嘅，其他都係15隻嘅，就呢一檔比較特殊。南區咧就難見哪一隻，難就喺呢度依位置。咁嗰度咧，因為就有啲植物遮擋，就冇知道啦，就所以就睇另一張。咁樣嗰度根據嗰度睇咧，大概都係冇難度嘅。黃區嘅難兩隻就難呢只同呢只。所以B 棟嘅咧就係、是、中間呢度3樓中間呢度係16隻嘅，其他都係15隻保平，咁總共就係211隻，爛3隻，爛呢只，爛呢只，同埋爛呢只。南邊南分成三部分啦，首先就係紅區，紅區就係冇爛到一隻，南區就爛呢度三隻爛一粒，咁就黃區咧就冇爛到。咁啊，呢一隻呢度咧係呢度放大睇嚟嘅，放大睇呢度放大睇就係咁樣樣。所以南面圍總就係爛呢度3隻，總共就117隻。B 西咧就係、是、喺西南邊有保平，咁就同樣都係冇爛到嘅14隻。B 北喺東北邊就呢度咁就爛開一隻，爛得2樓呢只就呢一隻，所以就係18隻爛一隻。咁 B 棟小傑就係總共360隻，咁就爛7隻。C 棟東邊又分為3個區域，咁就紅區咧就一隻都冇爛到，藍區咧就爛一隻，爛呢只，呢只放大就喺呢度依位置。黃區咧爛一隻就爛呢一隻。所以 C 棟就係、是、總共就係270隻爛2隻，就爛呢只同爛呢只。佢一組係18隻欄杆嘅，係比較多，係18隻保平欄杆嘅比較多。C 南就冇爛到，
一隻都冇爛檔，總共126隻。獅西呢就佢分布喺西北邊同埋西南邊，咁咧嗰度要分情況睇。就首先西北嗰個度咧，佢就係爛兩隻，就爛呢度兩隻，呢度係呢度嘅鳳大，鳳大到呢度嚟。咁就西南角嗰度咧有少少特殊，係咩咧？因為佢喺修線之前咧，佢嘅西邊有一棟屋擋住，所以咧我就冇拍到呢一隻角度嘅照片。呢張角度係修線之後嘅，所以咧就唔係知道佢爛即係話爛。咁咧只能夠就對比就比照西北角啦，就當佢爛兩隻，因為啱先講嘅西北角就係爛兩隻嘅，所以我哋就暫時估算佢爛兩隻。所以佢嗰度就係、是三層的就是總共十五隻，當它爛兩隻。咁由西北嗰度咧有少少樹倒，所以咧就要再分多啲角度睇，總共係分成兩個區域。首先就係紅區域嘅咧就一隻都冇爛到。藍區咧要結合多張角度照片，因為佢遮到啦，夾嗰度位置就係相同嘅位置，比如講角度。嗰度捱遮擋啦，只能夠通過呢一度去睇。咁嗰度捱遮擋啦，就通過呢度睇。嗰度空條擋住，咁啊通過呢度同呢度睇。總體嚟講咧，就係爛一隻，爛呢一隻。咁啊，嗰度同嗰度係同一隻位置嘅。就因為嗰張係舊照片，嗰張係最新嘅，所以咧就時間問題，所以就最後面就係呢只係爛嘅。所以總體嚟講就係爛一隻。所以西北就係總共126隻爛一隻，佢嘅數量同西南係一樣嘅，西南同西北係對稱嘅。所以西洞總結起身就係總共係552隻爛七隻，而且呢個七隻咧係有兩隻係估算嘅。咁一嚟就將 A、B、C 洞嘅保平嘅情況就做只小結為總，就情況就係咁樣樣。可以講得個準啦，即能夠保持喺90%以上嘅原可率，都係講非常之難得，非常之可貴嘅。所以本期就結束啦，下一期就係007.2，咁就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